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天之痕。哇哦，师傅啊，师傅小雪还有玉儿统统跟在我们的后面。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不知道。哎呦，比武擂台有宝藏东西啊，我们四处走走好了啦，四处走走。大新城这么大，哎，这里有一条，哎，商店一条街。哦，丽人市商店一条街，哎，桃儿，前些日子皇上在挑选美女，害我担心的躲到山里去了。你很漂亮吗？现在就可以终于能上街逛逛了。你很漂亮吗？每年都挑美女，害得人家都吓得要命。我得赶快找一个帅哥嫁了，免得被挑到宫里去。找一个帅哥，好了好了，你加油。斗矿，因为汉代的长安激进战乱，早就已经脏乱不堪，所以先帝就建了这个大兴城。原来住的长安的人都下令迁来大兴住。哦，大兴是特别规划的，所以比其他地方来的整齐宏伟。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。哎，南北杂货铺，徐峰，这的王公贵族嫌我长得不太好看，不要我当护卫。你长得满脸横肉吗？这样才帅气，好不好？嗯，没事就挺个大肚腩在外面，不用录用我就算了，何必讲得这么刻薄？他们一定会有报应的。来啦，你有卖武器吗？什么第五鹤，妖鹤来哦，上好的防具，看一下什么上好的防具。哦，防加十一耶，有没有这么上好啊？嗯，雄厚，哎，加好多哦，买一个好了。哎，带多一点钱再来吧，我现在余额只有272，我怎么那么穷啊？我怎么什么都买不起啊？不买了，谢谢惠顾啦，奸商啊！看一下阿来，小静陪我玩骑马打仗吧，才不要嘞！上一次我玩寻宝游戏，你一下就不玩了，这次我才不要跟你一起玩哟，小朋友。哎，这两个人，这个是谁？风舞，我考虑要不要继续再待在大兴。虽然商机不少，但贪官太多，到头来可能会亏本。这个是外国人呢，外国人。风舞，我也要考虑要不要去丝绸做买卖。胡人做生意直爽，不像这里这些官还会讨些回扣，生意好做多了。生意好做多了，什么真灵？这个字念灵吗？不知道。虽然我身穿紫袍，但不得皇上宠幸，跟个小使没什么两样。贪官污吏，上次有个怪怪的人给我们一张纸条，纸上面写着：“九四之招，什么东西啊？”那阿来说一定是寻宝的提示，找了一群人来玩。结果找到一半，他就说不找了。你们有没有找到？你们没有找到东西吗？没有。不过大家都对阿来很生气，说好不跟他一起玩了。阿来，你好可怜哦！九四之招，九四之招，九四之招，这里有那个啦。阿来的寻宝游戏，再跟阿来讲一下话，再念给大家听。我又不是故意不玩的，寻宝游戏真的太难了。我来念一下这个给大家听好了。阿来的寻宝游戏，西式酒店招牌的酒字，宇文泰师匾额的泰师府酒肆，长生药局的狗皮药膏招牌，大兴城的大兴二字，完成后可得到糖葫芦。记住，此物品只有一个。若要完成寻找 Domo 小组任务，就不能乱用。Domo 小组的任务就是要拿糖葫芦去跟粘液合起来，就可以找到那个，就可以找到，就找到一个，就那个制作群了。九没看到啊？我们有需要找吗？我有这么困难吗？有吗？我有这么困难吗？这里在哭哎、欸，这里在哭哎、欸。可以请我不要讲，不要讲什么？可以请我不要讲。呜呼呼呼呼，呜呼呼呼呼，不要讲什么？
哦呼呼呼呼，免费下载几乎都是盗版的，我在这边不允许你们讨论盗版，好不好？风儿，我不是要，不是我不去提亲，我真的没有钱呐、啊。你不是有家传宝物吗？可是你父亲不收啊。你们有什么困难呢？我想娶风儿，风儿的父亲提出高额的聘礼，我拿不出来。我想请他等我拿出传家宝，风儿的父亲也不肯。那怎么办？聘礼要多少？3000两，一毛不少。要帮忙付这3000两吗？我也没有3000两啊。要，我是很想帮你，可是我们钱不够啊。我要去赚3000两，有情人一定要忠犬眷属。我今天先赚3000两。真是的，竟然跟我要这么多钱。3000两欸，喂，会不会太多啊？请不要讲攻略，为什么不讲攻略？为什么不能讲攻略？为什么不能？咦，小朋友，你觉得我很奇怪吗？很奇怪啊，干嘛包成这样？见怪不怪，奇怪自败，我只不过是个异族罢了。对啊，为什么不能讲攻略？为什么不能讲攻略？我不懂。我这一步一步的往上升，什么时候才能升到大官啊？还没升到这个朝代就灭亡了啦，跟你讲。然后跟他讲话，前额个洛阳府送什么美女给太师，到这一代，到这一代时得小郡主得拦住了。我想那个府一定不晓得郡主喜欢太师吧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哎，有张纸条，太师府匾额，就这样抓下去就有一个太师府匾额。对啊，你说说看，你说说看啊，因为豆浆农啊，年年盖离宫，塞满了满宫是美女，说不定有人到了白头也没见过龙眼。走走走，我们去赚钱啦、啊！什么3000两哦，一毛不少哦，真的还假的啦？这里走一走就会遇到怪人。可以讲不要剧透，我没有剧透啊！阿来小游戏，这是剧情欸，不是这是支线小故事而已欸。讲了没什么差吧？我就不晓得为什么不能讲，所以我才问你们为什么不能讲啊？喂，地动波涛，我们要赚3000块啦！赢了，就这样。等等，玉儿，你的血怎么有点少啊？我们应该在里面睡一个觉，对不对？大星城，在大星城睡个觉。噔噔，大星城，我要来睡觉啦，找地方睡觉啦。玉儿来客栈可以睡觉，先睡一下，把精力补满。天下第一有没有？天下第一武斗大会就在这里。先来睡觉，赚钱！我现在要赚钱啊，赚3000两了，3000两随便打一打就有了。公子要住晚吗？好，住一晚就住一晚，住一晚，去哪找3000两？打一打怪就有3000两啦。你不知道怪身上超多钱的，怪比我还有钱，有没有？怪就是有钱，怪身上超有钱的，打一打就有了。我们走，我们继续打，好不好？哎，这里出不去哦。哦，出来了，继续跟怪打。我刚才打一打，哎，打一打就有钱了，睡了一觉还有200多。你看，我就不晓得为什么豹身上比我还有钱，莫名其妙。烧死你们！奇术，喂，一下，哎，补血了。他们补血了，看来只有进筹的招式对他们有用。旅馆又涨价，对啊，大兴城的旅馆总是特别贵。哎，刚才赚了多少钱？没看清楚。我现在有多少钱？哎，赚50块，赚40-50块，赚40-50块，什么时候才能赚到3000块？我要卖东西了啦，我觉得卖东西比较快。不打了，不打了，这样赚要赚到什么时候啦？这样赚要赚到什么时候，对不对？
鼠锤啊，鼠锤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鼠锤，把师傅卖了，我也很想哎，什么时候可以把师傅卖了？师傅这个老人家，等人家帮佣也赚不了多少钱吧？一次，对啊，要打好多次才赚得到，要打到头发花又白。结果我竟然是为了钱在打怪，不是为了那个，为了经验打怪，这个太好笑了。喂，服了。先卖一卖东西啦，以后我就不会回大兴了，以后再解，现在不解，以后我就不会解了。如果现在不解，以后就没机会解。洛阳小铺，洛阳小铺，哎，卖什么东西？把翘死和火筒炼成炸药，能卖390。要这样赚钱哦、喔！好了，我先把东西卖一卖了。大行程我又回来了，搞不好还要请人家雇用他嘞，结果我还要花钱，说拜托你收留我家师傅啊、嗯，所以还要花钱。好了，来卖点东西啊，卖点东西换点盘缠。这里卖酒，你要买酒吗？客官要什么吩咐？尽管吩咐小的。没有，没什么好吩咐的。3000元嘛，真是的。来啦，跟你卖啦，卖给你啦。老人家，内行人，卖，卖，我要卖。这一个捡，卖掉。哦，卖掉。这一个嘞，卖掉。我现在有乌拉圈，我不需要这些东西。卖掉，烂东西。哦，卖，通开始狂卖。现在开始狂卖。有了有了有了，有1400了、欸，1400好像不错，闽家寺哎、欸，卖掉，为什么我有比较好的东西，我竟然没装备，这真是太神奇了。喂，卖掉卖掉，执行，确定，离开一下，我先把好东西先装备一下，我竟然有比较好的东西，我竟然没装备，哎、欸，这个吗？这个，哎呦呦。哦，装备连续装备两个白玉飞天配，飞天配要飞到哪里去？继续卖，应该有3000元了。我现在有2101而已。嗯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增加不需要卖掉，把这个卖掉，我不太会用，不会用的都卖掉，脱离战斗卖掉。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解除雷电状态卖掉。这个解除灼热卖掉，好便宜哦，都是赚这种微薄薪水，微薄利润。八卦护符也卖掉，这样应该有了吧？有了有了有了，执行，确定，我们有钱了，我们有钱了，3200一毛不少，有了有了，别担心，你们有什么困难？我想娶配额，哦，拿出传家宝，聘礼要多少？3200。一毛不少，帮忙付这3200吗？要，我就等你3200。啊，3200，拿去当聘礼吧。真是谢谢你，阿丑拿了3200的书生，我完全不认识这个人，我就给他3200了。我的传家之宝藏在洛阳城某处，你即管去取吧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为什么要藏？直接给我不好吗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喂！哎，哎，真是谢谢你。好了，算了，帮助有缘人。你为什么要藏？你为什么？我还以为他会直接把传家宝给我，想不到不是。跟我讲一句，我的传家宝在洛阳某处，你去找吧。这跟没讲有什么差别？啊，太让我失望了，太让我失望了，太让我失望了。哎，走人了啦，走人了啦，失望啊。不想打、啊，不想打。我只不过想好好体验一下这一代的剧情啊、嗯，好好吐槽一下这一代剧情。太宇文太师府，我不是要来这，抱歉，我是要去小郡主府。小郡主，哎、欸，
独孤郡主王府。